歌我都只有听 demo， 然后 demo 里头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乐器对我来说，它都有在自己说话的方式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 vocal， 然后放进去的时候，对我来说本来东西都很平面，可是就是来这边会有临场感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很立体。更生动，更就比较会有戏感，对，就跟自己听 demo 唱不一样。你是打哪来的，这位先生？就是爽。